After Class 成员严明熙、姚卓菲、钟尤美、詹天文以及应届港姐冠军林玉慧、亚军许志轩等一众艺人呢日现身星光熠熠耀宝梁记招。嚟紧年尾有好多歌手将会开 show。After Class 透露，星梦传奇一都有呢个计划。而对于今年再次参与呢个慈善盛事，佢哋都表现兴奋。而最令佢哋期待嘅就系今次可以同唔同嘅前辈 crossover 演唱啦。今次我就会同露云啊 Luna 姐姐去合唱一首歌啦。咁呢首歌咧就系、是，唉，透露多啲，就系、是、TVB 我们的主题曲55周年嘅一首主题曲。好，系啦，就系、是、10首歌嘅其中一首，入面有好多和音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嗰个化学嘅作用。嗯，感谢。咁我今次就会同 Miss Chan 去唱一首歌嘅，咁我都唔透露太多嗰首歌嘅名啦。咁但系都系一首我们的主题曲入面嘅一首。我同 Miss Chan 合唱嘅歌，咁所以大家就要期待一下《星光熠熠耀寶梁》。今次我就好開心，亦都好榮幸可以再次同汪亞姐合作，因為今次係同汪亞姐合作嘅第二次。咁上一次就係《盲聽 Lady》啦，今次就係唱佢嘅其中一首好經典嘅主題曲。咁今次咧？今次我都會同一個歌手合唱，嗰、那個歌手咧就係、是、自己。然後我會唱一首歌，咁嗰首歌咧亦都有啱啱嗰隻字，所以請大家期待一下啦。月尾就係萬聖節 ，After Class 都好恨快啲有假放，可以一齊去遊樂場 relax 下。講到如果去鬼屋，邊個會被嚇親？佢哋異口同聲話係 Chantel BB 啊。Chantel， 點解？我知你會講我，但係。但係就係可能係你咯。O K， 咁邊個係會負責保護大家嗰個咧？冇人。即係四個一齊大嗌嘅，如果真係入去嘅。我覺得之前係會冷靜地被嚇親咯。係啊，冷靜地，咁樣即係慢步默步。佢嚇我。應該會呢個就應該會夾埋工作人員一齊嚇。上次我記得我哋去我哋約埋去玩嘅時候啦。幾時啊？在一個主題樂園度。OK。咁然後咧坐過山車。啊，係喎。我隻手係咁樣擺喺度，咁樣個樣係咁樣去玩過山車。然後咧佢話：你咁樣唔好玩㗎，你要舉手㗎。咁我就咁。跟住佢咧係完全冇表情地舉手咯，我記得。跟住我喺隔離仲要係咁嗌啦，但係佢都係。谭嘉仪即将喺12月开 show， 呢排佢都积极瘦身备战，希望以最佳状态示人啊！而家都未知个造型会系点嘅，但系咧就自己都唔介意有少少即系可能健康性感啦。咁、我觉得最紧要出嚟个 look 系好睇啦，同埋有型嘅咁样。咁所以而家都自己会多啲去瘦身啦，同埋真系要节食啦，即系会好 care 自己嗰个嚟紧个身形啊。所以咧就要好 discipline 咯。啱啱中招康复嘅陈奕璇呢日精神奕现身，佢透露将会献唱一首自己好中意嘅歌啊！我今次咧都算系 crossover 嘅，不过就单人表演、单人演出嘅，咁我就会唱哥哥张国荣嘅一只经典金曲，但系咧就做咗一个爵士大乐队嘅特别嘅 rearrangement， 咁咧就好热闹嘅，好有气氛，我希望咧到时可以带动到大家全场嘅气氛咧可以高涨啲，咁咧就会捐多啲场钱，可以帮助到多啲有需要嘅人啦。蔡仲思前排化身美人鱼，为新歌推出全港首个水下 MV， 相当有心思。而今次佢亦有特别惊喜要送俾观众啊！咁我今次咧，因为好多节目都唱歌啦，咁我今次就会跳舞嘅，系一只双人舞。咁我就会同宝良局赛嘅学校啦嘅管弦乐团，咁佢哋就会演奏，咁我就会跳一只我自己出嘅歌啦。咁係啦，咁其實呢一隻歌咧就會係一個童話故事嚟嘅，咁就會跳一隻現代嘅雙人舞。應屆港姐啱啱結束領獎之旅，大家都收穫豐富。不過 Denise 同 Saka 就話多咗幸福嘅煩惱啊！真係換曬即係大包細包，所以諗住要租翻個大啲嘅地方，已經考慮緊。係啊，我就實踐呢一個斷捨離啊，為咗一啲新嘅產品，新嘅禮物咧，就要捨棄我一啲舊嘅物品咯。